心脏不好啊，人容易老。一味中成药，补心养心，人不老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宇浩教授。有些人出现了气喘无力，稍微一活动就心慌心悸，而且容易受到惊吓，平时还容易出现失眠、多梦、健忘、五心烦热、口干等等这些现象。这种情况中医上说呢，如果心血亏虚了，那心神就会失养，从而就出现了心神不宁、失眠、多梦这些现象。你如果不重视的话，严重的疾病发生，比如说心绞痛、心律不齐、冠心病，这些都是由这些微小的症状开始的。今天呢，就分享给大家一个中成药，叫安神补心丸，可以起到养血安神、滋阴补血、心血亏虚、心神不宁的症状。它的药物组成是包括菟丝子、丹参、五味子、墨旱莲、女贞子、熟藤、地黄、珍珠母这些药物。这些药的组成呢，共同起到养心安神、滋阴补血的作用，非常适合心血不足、虚火内扰导致的心慌心悸、失眠多梦。